严总，这样就是过去几十年来，其实这个中越的发展都很蓬勃，很多全世界华人的地区，几乎都有那个自己的由民族乐器组成的乐队。那么我们香港中乐团自从1977年成立以来，明年就是45年了。那么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香港中乐团跟其他民族乐团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实很多我们知道那个区分一些外国著名的交响乐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声音。就是香港中乐团的声音跟其他的乐团是有些不一样的。有些媒体在说香港中乐团是携环保之声走向世界，所以就是香港中乐团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特别是2001年公司化以后呢，我们在乐器的改革方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特别是胡琴这个部分。我们知道胡琴是民族乐团里面的最重要的基础声部，但是胡琴的由于它是蟒蛇皮啊。所以呢它受气候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它的声音很不稳定，而且它的那个共性啊比较差，因为每一个蟒蛇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改革这个胡琴主要是解决了它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抗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还就是它的融合度。所以香港中乐团使用了环保皮，不杀生以外呢，它的环保皮呢，它的震动呢非常的快，而且是非常统一，所以整个乐团的声音呢，从高胡到低音隔胡，我们是一个整个系列。这整个系列它是高度的融合，而且音量比以前传统的音量要增加很多。所以这些部分呢，就是一听香港中乐团的声音，就是跟其他乐团是不一样的，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你刚才提到五个胡琴声部，香港中乐团的，其实其他的民族乐团，他们的五个弦乐声部，也不是像香港中乐团这样五个都是胡琴的组成的，是吗？对，其实这个我们传统的民族乐器的弦乐器的低音乐器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很多的乐团，他们这是把大提琴和贝斯借过来。跟高胡、二胡、中胡来衔接，其实在物理振动上和材料的这个使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他们这一组呢合在一起的声音是不统一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香港中乐团是应该说现在是第一支使用非常统一的环保胡琴五个声部的一个乐团。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呢？不是，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高胡、二胡、中胡是都是乐团团员使用自己定制的乐器，就是乐团不是统一的。低音乐器很早以前在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内地也使用隔胡啊，但是不是所有乐团都使用隔胡和低音隔胡。所以可是那时候吴大江先生是第一任总监，他就确立了一定用隔胡和低音隔胡。在第二任总监的这个关乃忠先生也是他非常坚定的。他在任的时候跟我曾经邀请过我做客席交换，他也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坚定。即使在1997年我上任之前，就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一次碰面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坚定的。我就问他，你是喜欢隔胡还是大提琴贝斯？他说当然是隔胡和低音隔胡了，他才能跟即使以前的蟒蛇皮的胡琴音色不是统一，但是他的音色是衔接的。所以呢我们中乐团这个部分形成我们一个重要的特色，而这个特色呢其实在香港本地呢音师处的青年乐团呢，他们现在是高胡、二胡、中胡、隔胡、低隔也应用了整套的不过他们不是一个职业的乐团。再另外就是台湾国乐团台湾国乐团它就是整组的引用了购买了我们香港中乐团的环保胡琴。所以台湾国乐团我也曾经做过他们五年的这个音乐总监，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是跟我们有一些像啊。这样的编制有没有影响到作曲家如果要为香港中乐团去创作的话，有没有影响到他们创作的配器等等方面呢？从大的来讲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音色还是一致的，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乐器改革里面一个原则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音色不能改变，我不能把胡琴改变成了一个小提琴的音色，所以在音色不改变的情况下，而且他演奏的方法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些部分呢保持了他原来传统的这个演奏的方式和音色以及他基本的形状这三个原则之外，任何一项比传统的胡琴在它的优越性上只要突破一点点那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呢对于作曲家创作来说的话，他在音色方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也觉得对有些作曲家他没想到，比如说某一位作曲家他创作的时候呢，他考虑到这个胡琴组跟弹拨和弦乐之间的音量的平衡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香港中央堂的弦乐组的音量那么大，所以我们邀请他来听我们的首演的时候，他说哇我没想到原来环保胡琴的音量这么大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稍有改变，那么正好这是弥补了以前我们的胡琴声部不统一音量偏小声音发散的这样一个部分，反而让我们的这个民族乐队的拉弦乐器更具有一种凝聚力统一的音色。我都知道香港中乐团的编制较其他的乐团相对的大的，现在好像超过90位乐师了是吗？对，其实关于这个编制，一个乐团的编制的大小啊，这其实体现了这个乐团它能够在艺术上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啊！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只有五六个人的室乐小组他去演奏一个大型的交响乐，他是不可能演奏一个那么大型的澎湃的大篇章的交响乐的，所以说香港中央团采用这个90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大编制呢，它是也是因应香港这个国际的大都市这样一个需要，再加上香港中央团虽然它的成立比内地的乐团稍微晚一些，但是它很早在70年代成立以后，特别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关乃忠先生在位的时候呢，基本上这85位这个编制它就完全定下来了，只是在公司化以后我们再把它进一步的扩充。我们知道这个民族乐队的一代宗师彭修文先生，他所理想的民族管弦乐队是应该是110多个人到120个人的乐团编制。其实我们看西方交响乐团的编制呢，有两管编制、单管编制、有三管编制、还有四管编制，甚至可以更大的。那么因为更大的编制它毕竟是一定是国际一流的乐团啊，或者是那个重要的大都市啊，它演奏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著名的作曲家的作品，这能够体现出他一个都市和这个乐团的一个分量啊，所以迈向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乐团一定要在声音为前提，然后表现这个音乐的内容方面可以更加广博、更加深厚，给作曲家提供更加丰富的音色和乐队的能量的这个基础上来考虑我们的编制。今年是2021年的转眼，那个香港中乐团公司化刚好20年了。那么严总监，你是这个公司化的见证人之一，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化以来，加上你的24年在中乐团的领导之下，乐团的发展的轨迹或者是成果，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呢？其实我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就是我不但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我见证了这个香港中乐团公司化的整个一个过程。香港中乐团在公司化以后从政府架构里脱离出来，在理事会的领导下让中乐团的发展更快更全面，所以更快我们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出香港中乐团的一个发展。在这短短的这么时间里面，香港中乐团在我刚刚来的时候大概他违约违编的作品是1150多首，现在已经超过了2300多首了。另外呢，香港中乐团从以前只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演艺一个团体啊，一个乐团，它发展成一个多元化一个多功能的，即演出、教育、科研和这个学术研究等等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艺术团体。所以呢，在今天来说，
就内地的一些高等院校，或者说是一些博士生啊、博士后研究生，甚至他们都把研究香港中乐团的一个发展、一个艺术的一个发展、整个他的一个部分，作为他的一个博士论文的一个题目等等。所以香港中乐团呢，在这公司化以后，这个21年里面，乐团的演出的形式，各种各样的一些出，包括一些出版物和一些我们香港的一些高等院校的一些合作，特别是演艺学院的合作，也促成了香港本地人才大量的进入乐团。我们知道香港中乐团呢，是一个从全世界来招收一些精英进入乐团演奏的一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乐团。所以这个乐团在我刚刚来香港中乐团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很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经常会面对一些香港的一些朋友，就说哇，香港中乐团为什么香港的艺术家这么少啊？其实香港中乐团在公司化以后这么几年的话，我们的发展是很迅猛的啊。除了刚才我说那个在违约作品啊这方面大跨步的前进以外，我们在跟当地的这个专院校合作，我们有很多的合作的项目，比如说专业乐团合作计划啊，让香港演艺学院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到专业乐团的实习，从模拟考试开始到最后到音乐会的演出啊，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的申请了这个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些对青年的音乐学子毕业以后他们到专业乐团实习的这样一些计划，这些部分呢都促成了香港的青年音乐家可以在香港中乐团进行实习，让他们更快的一个成长。而今天我们来看的话，香港中乐团这个本地的人才里面，他不光有年轻的演奏家，也包括了很多的助理首席和首席啊，这些首席的水准都是通过在全世界的这样范围招考以后他拿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还有就是香港中乐团也对香港全社会的教育方面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啊，我们跟香港的赛马会深入的合作，比如说香港赛马会的360计划呀，还有给我们这中小学呢，通过一些作曲家重新把一些经典作品来改编成初级版、中级版、高级版等等几个不同的一个版式啊，然后呢让分发的这个学校里让他们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些都是希望通过各个环节促进我们香港的这个中乐的普及啊，来在教育方面呢发挥一些能量。而中乐团也举行了很多的这个研讨会，大概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中乐无疆界。那么中乐无疆界呢，很多的作曲家呀，或者是理论家以及名家到香港来齐聚这样一个盛会啊，我们也把我们几十年来有些跨世纪的、跨风格的各种的作品浓缩的一场音乐会里面，从内地60年代的作品到最新的作品做了一场演出，所以这个通过这一次的演出，而且我们的乐团团员也发表了，就是从演奏家的角度告诉作曲家哪些方面千万不要这样写，这样写会有什么问题等等当时我记得这个一发表以后立刻郭文景教授就说，哎呀，这个能不能就作为我们的教材啊，就在我们学校里去给我们的作曲系的老师同学们去讲课运用这个素材。所以这个影响力是蛮大的啊。所以在21年里以后呢尤其改革呀、教育啊等等方面，这个确实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发展。而且我们从2001年开始，我们的香港胡琴节、香港古乐节、香港古筝节、香港扬琴节、香港指挥家节、香港作曲家节，有些人就讲没有想到一个香港中乐团的一个乐团，它甚至像内地的一个文化局、文化部这样的一个功能，推动这个社会的这个艺术发展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公司化以后乐团的能量和它的功能得到巨大的一个发挥。
你刚才说的几个节都有三个成为世界纪录了，是吧？对对。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说，香港中国团现在其实是咱们香港的一个文化一个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以这样说吗？是，所以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有一次香港中国团是我带我们的胡琴四重奏啊，就是我们的环保胡琴四重奏去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之春的一个节目。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特区政府的办事处，驻上海办事处，在这个我们演出前的这个致辞里面呢，曾经就说啊，香港中央团是我们香港的文化大使，是我们重要的代表旗舰乐团，我们为香港中央团很骄傲。就这样说完了以后，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个杨院长呢，他就立刻就补充了一句，他说不，香港中央它不仅仅是香港的人的骄傲，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它是这个香港中央团是我们中国民乐界的执牛耳者，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见，就是从内地从行内的专家来说，对香港中央团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我感觉到非常自豪的。